的，有小伙伴给豆豆发私信说法小老亚瑟贼强，真是贴心呐，明文出征就告诉我了，呵呵呵，那我可一定要试试。小伙伴们还有什么非主流出征打法，一定要留言告诉豆豆哟。玩之前我们一定要先做好攻略，首先熟悉一下他的技能。我们来看一下技能描述，被动，每秒回复2%的最大生命值。这回血不愧是元老级人物，天美还是很给面子的。再看一技能，词太多了，我总结了，牛就完了。二技能回旋打击，召唤圣盾围绕自身旋转，对敌人会造成物理伤害。这和法强也没啥关系啊。你这个小伙伴，你不是在坑豆豆吧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三技能。我的妈呀，原来法师伤害都在这儿呢。但是这都是百分比伤害啊，这个出不出法强伤害有区别吗？我有点慌，我都被你们坑怕了。我还是打打训练营试试强不强吧。话说训练营是真的舒服啊，升级，先来个满级，先前来，先给他我一个亿啊！各种 buff 加一加，什么冷却无敌都给我用上，全部通点一遍。哎呀，我咋一级了？姐，你点了重置等级了？哎呦，去，我还用你说吗？我还不知道吗？那我们再来一次，升级，抢劫，无敌，嘿嘿，舒服！就这么一瞬间的事儿，我就满级了，怎么样？嘿嘿，现在小伙伴的出装试一试，大法术不死鸟，爆裂甲，大血术不死鸟，还差一双鞋。法强亚瑟那必须出法穿鞋啊！穿上我这法穿鞋，我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。就这个狄仁杰，死！看看这狄仁杰瞬间被我秒杀。姐，他是一级的电脑人。是哈，那我们去打打稻草人吧。嘿嘿，小伙伴可以看到，一个大招下去掉了10000血呀、啊！法强亚瑟这么牛批的吗？把装备卖掉，按推荐出装对比一下，这也没啥区别，也是10000血。这，我又被这小伙伴给骗了。还好我打的是训练营，这要是匹配排位，那不得骂死我呀！小伙伴们能不能不要再坑鱼豆了呀？本期的翻车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小伙伴们一定要给豆豆留言，说几个真的很强的那种非主流打法。别看我超可爱就欺负我，还有啊，记得点个关注哟，爱你么么哒！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可以点赞、转发、关注、评论呐、啊，鱼豆爱你哦！